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Phil，然后我现在在 Global Rotation 的 Program 里面担任软体工程师。OK，那想要请教一下 Phil，之前在 Dell 啊也是有实习过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在 Dell 实习的时候，当下是做什么样的专案？我之前在 Dell 实习的时候，之前是在ISG 的Infrastructure 组别里面的 VxRail 的这个组里面，然后担任软体实习生。那我当时主要负责的专案是 distributed tracing 的部分。那所谓的 distributed tracing 呢，就是要观察在分散式系统里面呢，会有很多的 request，然后以及在各种微服务呢，就是多重交换这些资料跟调用 API 的同时呢，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 distributed tracing 的概念，去帮助在 request 跟不同的资料在做交换的同时呢，可以去视觉化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可以帮助开发者更快去抓到说，现在在资料各个不同的微服务之间是怎么彼此的调用资料。这样子可以加速整个组别内开发者在 debug 方面的一个效率。当初其实那 VxRail 也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在 Dell 非常新的一个产品，所以其实大家都对于这个非常有兴趣。那我觉得我们大家会想要再好奇一点，就是你在当初在 VxRail 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跟你的 Senior Engineer，就是组内的学长学姐们，你是怎么样跟他们合作，是怎么样跟他们 co-work 的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在做一个 junior 的 developer，包括我现在其实也是啦。我觉得 junior developer 跟实习生的概念是很像的，因为我们相对于资深的同仁们在实务的专案、实务的经验上，并没有那样的经验，所以可能做事情会比较没有效率，也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优先顺序。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的话，应该是更主动积极的去跟资深的工程师去做，每天的及时的更新跟沟通。所以像我自己的话，在实习的过程中，我可能每天早上一到公司的时候，我就会去跟我的 mentor 去沟通说，我昨天主要负责的专案在哪一部分，我是怎么样去处理的，然后我得到怎么样的结果，那有怎么样的问题，我用的方式是什么没有办法解决，那可以用什么方式解决？我觉得要彼此非常积极的沟通，才可以让Senior engineer 可以在忙碌的工作过程中可以帮助我们。我觉得主动积极应该会是作为一个 intern 跟一个junior developer 最重要的事情。对。谢谢 Phil，因为其实 Phil 也说到，就是在 Dell 里面，其实主动，然后跟想要把事情解决的这个心意，其实主管跟同事们也都是会感受得到的。那想问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 Phil 为什么会想要决定回来 Dell，那决定接受 Dell 的 offer 呢？我自己最喜欢 Dell 的部分就是我们是一个讲求 hybrid 的一个工作模式。那我觉得 hybrid 的意思就是指说我们可以有的时候是来office，有的时候是可以在远端办公的。那我觉得一个公司愿意让自己底下的员工去做到 hybrid 的一个工作模式，我觉得某些程度上来说，就是他相信我们都是具有自律、有上进心的一个 personality。因为我觉得，你自己在做一个远端的工作者的时候呢，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要自己去逼自己，就是要怎么样在专案的过程中呢，自己给自己压力，然后要确保可以在实现之前呢，可以把事情去完成，这样子。那我觉得这样子对我来说呢，是有很大的一个工作弹性。那我觉得这部分我非常喜欢。另一部分的话，我觉得也是同仁们啊，跟资深的同事们都愿意在我作为一个之前的工程师里面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。那我觉得在这边的话，就是不仅是就是同事们，就像 Brenda 说的一样，就是大家都很厉害以外呢，对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部分。对，谢谢大家。